他刚刚在给我的伤口擦药，看来不是什么坏人。请问你是谁？这里又是哪？来款待，只是眼下已经过了晌午饭时间，就请皇兄随便用些点心吧。程景，本宫今日过来也不是过来看你的。前几日你大婚，本宫因为忙于朝中要务，这不，今天我特别备了一些贺礼，是专程来看望我这个新弟妹的。皇兄太过客气了，若儿，快谢过太子殿下。谢过太子殿下。听说弟妹是国师大人的义女，可是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国师大人还有这样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儿啊？兴许是皇兄忙于监国，无暇分神在这些琐事上。说的也对。程景，本宫有一些药物要忙，改天再过来看你和弟妹。公务要紧，皇兄先去忙。小姐，我肚子疼。哦。
还没来啊？黄姐，你可算来了。太子急着见我有何事啊？黄姐，顾城景新娶的这个王妃居然是大兴国左将军的女儿，还是大兴国的齐王妃。什么？她又是左将军之女，还是齐王妃？没错，黄姐，若是这个顾城景和大兴国内外勾结，那我这琉璃国的太子之位岂不是不保了？你先不用着急，依我之见，不如先把林若抓起来，就说他是大兴国的细作，以后的事情我们再另做打算。黄姐高明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殿下，属下刚刚打探过，惠王奉皇命去彻查黄粱一案，估计今日是回不来了。消息准确？准确。好，趁惠王不在，你马上带人去惠王府，你父皇的旨意，把林若给我带回太子府，动作一定要快。是。哎，回来回来，记住，千万别让太子妃知道此事。惠王妃接旨。传圣上口谕，将惠王妃带回太子府，听候发问。带走。起来。走。